希望就是这首是其实是、哦、好多人哦，其实是一首蛮励志的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就是都可以相信自己做的一切决定之类的这样，然后对，就是不要辜负自己的选择，你选了这条路你就做下去，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样。那乐手们都 OK 了吗？哦，我忘记介绍，这个好紧张哦。然后这边是公馆的桂纶，然后这边是紫川的啊，瑞辰。啊，对，我故意不讲年纪，不然很尴尬。然后这边是机械的立伦，然后化材的中伦，很难记，伦伦伦。OK。好，那接下来就带来这首《相信自己》。谢谢大家。